汪汪队立大功的基地突然出现了一道黑色的闪电，贝利亚奥特曼从闪电中出现，他拿走了汪汪队的基地。小猪佩奇和莱德发现后赶紧追了过去，小猪佩奇用他的魔法赶走了贝利亚，终于抢回了基地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由粉色、玫红色、红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黄色、青色、墨蓝色、深灰色、浅灰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